破年奴即将要面临欧洲最重大的足球城市的第一场波了。在过去的十个月，他们的个人和团队都受到很多的挑战，但如果他们可以一一克服的话，就有机会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了。现在新一季的故事即将要开始，一个这么壮观的球场真的很适合这一场这么重要的比赛。开波，基达菲对托连奴，这个直线靓啊！李华道整脚直线，贝拿迪斯治攞翻个波，杜文尼高贝拉迪，罗马利奥。赫达摩兰奴，利云道夫斯基继续压住，米希达利恩，马斯查兰奴好快咁向前传，杜文尼高贝拉迪浪高呢个波射啦，入网。值得欣赏咧，就系佢哋唔单止系抢个波咁简单啦，仲要系攞到个波之后点做嗰下好嘢啊嘛！拖连奴打破僵局，想入波揾佢咪得咯。基比斯，比斯话压上前先，试下压埋去啦。脚法好好、啊，传咗入中路啦，差唔多到最后防线噶啦，解到围就好啦。传去边线度，罗马里奥起脚射佢，入球出现。又整多粒入波啊！浪接浪啊！个角度刁转成咁，边有可能救到啫？哇！呢球啊，如果你俾两个龙门啊，都未必能够救得到啊，何况得一个？今场第二个入波啦，佢梗系想演出埋舞姿戏法啦。拖连奴领先两球，可以松啖气啦。领先1-0，你可以话冇乜优势啦。不过嚟到2-0啦噃，咁就好稳阵。哇！呢啲就叫 power 啦。呢球波过唔到啦。哦，上半场完啦噃。上半场嘅睇完啦，有咩高见先？今日呢场波对佢哋嚟讲好似好易踢咁，会唔会真系咁容易就可以赢波啦？拖連奴半場相當穩陣，領先2-0了。
比赛进入下半场，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搵唔搵到机会起脚呢？一脚地波送入去，米希达利恩向前传出，罗拔利云道夫斯基攞到波啦，哎，而家可以反击啦，伊杜奥过埋过嚟睇下呢球点呢？完全阻唔到佢哋啊，胜负已分啊！拖连奴唔放过咧，对手比失咗个波，一攞咗个波就即刻可以反击。拖连奴遥遥领先三球，防守球员掹得好紧，令到对手出现失误啦。李华道呢个突破靓啊，仲未完添，界外球啦。佢哋换咗个飞毛腿，睇嚟可以有啲贡献。列基美好，罗马里奥射门入咗，呢场波佢哋玩晒啦。呢球波射得靓咧，就系佢控落嚟咧，好似已经完全知道晒一阵会点做噶啦。第三粒啦，佢今日嘅表现一流啊！哇，好耐冇睇过啲咁出色嘅表现啊，简直系一个人踢晒成队波嘅，对手冇人阻止到佢。拖连奴真系一啲都冇留守喎。罗拔利云道夫斯基揿脚地波入嚟，危机暂时就叫做解除咗。呢个时候换佢咧，我谂佢都唔系几舒服噶啦。不过咧冇办法啦，系时候要做啲改变啦。伊杜奥、恩诺比尼、列基美为脚直线。喂，餐屎啊！喺条龙门柱隔篱出界，唔系啊嘛，龙门口呢个波都唔入，唔好问我点解啊，问佢啊！基达飞最后一个换人名额咯，嗱要赞咧，佢系意志力应该几好嘅，不过咧。有心无力啦，教练换佢落嚟都啱噶啦。呢脚直线一下汤穿晒，又一次争咗少少。对手后防啊睇得好清楚啦，睇嚟俾波要俾得准啲先得。一脚踢走呢个波，起到脚啦，射歪咗啊！索斯吊高个波，及时解围啊！有冇队友可以立翻个波呢？拖连奴决定做最后一次换人。我呢度换人好啱，因为我睇佢咧都冇咩体力噶啦。呢、這个完场嘅鸡声响起啦，拖连奴有个好开始，攞晒三分啦。Kimman 平一平头先场波咧。
咁佢哋開得好好啊，第一場就能夠贏波啦。咁可以話俾咧同組其他球隊知，你哋要同佢爭第一名唔係咁易啊。好啦，今日差唔多咧就告一段落啦。多謝阿 Keyman， 多謝曬大家收睇啊！